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有特别节目啦。今次系讲紧呢本嘢，呢本系咩嚟嘅咧？呢本叫 CUKC 啊，全名咧就系Citiz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lonies 嘅一本英国护照。基本上1983年一月一号之前出嘅，全部都系 CUKC 护照。呢本有咩特别咧？呢几日有人话呢本护照将来咧可以成为英国人，咁我自己咧就相信呢个机会系非常之渺茫嘅。咁但系咧，万一你有机会成为英国人或者系移居英国嘅话，咁你嘅人寿保险有冇嘢需要处理呢？我阵间会讲讲。简单啲讲啊，如果你喺香港买嘅人寿保险，基本上系全球保障嘅，赔偿金需唔需要缴税咧？呢个当然系视乎你自己嘅国籍同埋你身处嘅国家啦。如果你好像我咁香港人，基本上你不需要担心交税呢样嘢。而英国人本身，如果你收到的赔偿金亦都不当是收入，不需要缴税的。但人寿保险就小心一点，香港你收到人寿保险保金当然也不需要交税，香港亦都自然没有遗产税。但是如果这份保险是英国人留下来的，就会计落去呢个英国人嘅遗产里面。英国将人寿保险嘅保险金计落遗产度呢个做法咧，系世界罕有嘅，要记住先得。移居英国对保险嘅影响其实好细嘅啫。咁啊，有班人咧攞咗英国国籍之后咧，其实唔住英国嘅，嗰啲叫做 non-UK domicile。咁基本上咧，除咗佢喺英國嘅地產之外咧，其他嘅税都唔需要交嘅。咁如果你係英國人，又住喺英國咧，即係 UK domicile嘅英國人咧，咁基本上你係全球徵税，所有嘅收入同埋人壽保險嘅賠款，萬一你唔喺度咧，都要計落去你嘅遺產裏邊。咁啊，遺產税咧有個32.5万磅嘅 threshold。即是超过这个32.5万磅以上的遗产呢才需要交税。不过税是挺辣的，要交 40%。你要准备定了。但是如果你说那个保险金本身呢，收钱那个人呢是不需要交税的，只不过他计算了遗产那里，而遗产有个税那么解。英國税就唔輕嘅，咁啊當然有其他税啦、物業税等等啦，所以咧，如果你要問呢啲問題，你唔該揾翻個英國嘅律師問清楚咯，同埋會計師我就唔識噶啦。咁有乜嘢要做呢？其實如果你真係萬一有可能移居英國嘅話咧，而你買嗰份人壽保險咧，係喺1999年之後先發出嘅咧，咁極有可能咧。那個賠償金第日是有機會變成你的遺產一部分，需要計嗰個遺產税嘅。所以有個做法嘅就係可以將佢咧寫落去一張trust 嗰度嘅，寫落個信託裏面之後咧，就一個好標準嘅做法嚟嘅。咁係英國政府都容許嘅。咁啊，呢個就當笑話咯。其實係嘛，如果呢份嘢可以忽然間變咗英國人，我覺得就真係不如買六合彩算數噶啦。好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